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皈依三宝，皈依是回归、回头，依是依靠。为什么皈依佛？佛是两足中尊，这个两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报。没有一个人不想要的。足是满足，福慧这两种都满足了，这叫福。谁满足了呢？释迦牟尼佛满足了，阿弥陀佛满足了，释迦牟尼佛满足的相不容易看出来。我们看老人家一生的行仪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三衣一钵，这是智慧福报的圆满，看不出来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佛宝智慧圆满。那么释迦佛跟阿弥陀佛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其实没有差别。阿弥陀佛实现的是果报，果必有因，因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因，他在修因，果报就是极乐世界。有因有果啊。因是什么？是放下。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放下了，样样都放下了。所以在极乐世界看到圆满的佛慧二足，我们要明了，看破是智慧，就是皈依法利欲尊，这看破。皈依僧呢，是放下。出家人
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三依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全都放下了，把这个三皈依放在最前面，很有道理，代表全部的佛法。啊，人家问佛法是什么？就是佛法是啊，佛佛慧圆满啊，法是修学的方法，僧是修学的人，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身心言教啊，一点都没有迷信的啊，佛法僧在自心里头，我们自己心里面圆满具足，没有一个人缺少啊，只是把它忘掉了，迷了，没想起来啊。如果想起来，依教修行，人人都能成佛啊，这个生命结束了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细说呢，就在这部经上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890页，第五行。下半段看起，从唯识说记啊，从这里看起。唯识是法相唯识中重要的奠基，这个里头为我们解释解脱啊，解脱是什么意思？书记里的书，皆为利父啊，俗父，烦恼的代名词啊，解，把烦恼解除了啊，现在叫解放啊，把烦恼解放了。脱呢，为自在啊，脱是脱离苦果，就得自在了，这叫解脱。苦果是什么？六道轮回是苦果，设法界是修行人的苦果，这两种苦果都脱离，都超越，这叫离苦啊。超越之后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。修净土的人见到极乐世界了，修其他法门的人啊，经上常说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，修成功了啊。什么叫成功？大彻大悟看破啊，彻底放下，放下十法界一真庄严。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个东西放下，假的放下了，真的就现前。极乐世界是真的，华藏世界是真的，密严世界是真的
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有显教，有密教。显教讲华藏，密教讲密言，净土讲极乐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名词不一样，是一个地方。啊，所以生到华藏等于生到极乐，生到极乐等于生到密言。啊，方法不相同，修行的方法方向是一致的，目标是同一个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懂，然后门户之见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我这一种殊胜，你那个不如我，我的高你的比不上，这些都是废话。啊，毫无意义。啊，关键什么叫正法，我们前面学过，每一法都是正法，每一法都是邪法。法没有邪正，邪正在人心，一心专修就叫正法。正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上面是个一，下面是个止，止于一门就叫正法。法法都是正法，都能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懂得这个道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，哪一法不是正法，全是。这个理很深呐。那问题宗禅宗常讲会吗，那个会很有味道，会了全是真的，不会全是邪的。啊，不会什么呢？修得很多，修得很杂，修得很乱，修一辈子没有得到定，没有开智慧。啊，大经大论修得很多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那什么知识，听得多，记得多，你能说全是别人的，没有一句一个字是自己心里头流露出来的，那就叫邪，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，这真。所以明心见性，从自信流出来，全是真法，没有一法不真。由此可知，邪正在人心，不在法了，法没有邪正。啊，这跟你说真话。啊，我们也今天要学正法，要修正法，一门深入，无量寿经。我们就专靠这一样，止于一，一就是无量寿，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。啊，这是正法。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解脱是从果上说的。啊，下面。书记又曰又说，言解脱者，啊，这个字应该念谢，它破音字，念谢当动词讲，把它解开，啊，不是名词，动词解脱。体即缘起，缘起就是自信。难得我们几位同学编了这么一本书，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，
两册，我们参考资料全在其中。早年，赵普劳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我把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就是这个本子，扩盘做出来了，用这叠本画成表解，把经文写上去，扩注。这个本子送给赵普劳，普劳看到非常欢喜。下莲老会的经，黄念老的记住，这个科会也出来了，这部经呢圆满了，圆满了。那么对于修学的人，这里面很多名词术语，要查字典、查词典、查参考资料。那么现在通通查出来。这一份东西普劳没见到，普劳一见到一定欢喜赞叹，对修学净土的人有大帮助。有这四册，我们的扩注注就是黄念老的注解，上下两册，参考资料上下两册，这四册修净土就圆满了，就完备了。我们一生把精力放在这里，会不会明心见性？会，肯定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专一了。专一就是正法，净宗无量寿经就这四册，原籍参考资料里边，从佛学大辞典里面揭露出来的术语，经上的梵文称涅槃，这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，旧以灭度，新以圆寂。旧以是玄奘大师以前古大德翻译的，叫旧以。玄奘大师翻译以翻玄奘以后叫做新译，新旧以玄奘大师为标准，古译的译作灭度，灭就是灭烦恼。渡像过渡一样，我们过河坐一个小船渡到对岸就渡过去了，这是把生死轮回看作河流，我们从生死这个岸渡到那边，那边的岸是不生不灭边岸，了生死真菩提，取这个意思，灭度。新译的呢，玄奘译的也译得很好，他翻作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圆满诸德，寂灭诸我，取这个意思。这个翻译很好。
啊，那么古德明显看出来，临涅槃是灭度，啊，所以灭心也即，灭跟即的意思相同。那个度呢，圆满的意思，了生死，证菩提，这圆满。下面为我们做简单的解释，就是离生死之苦，即灭就离生死之苦，要懂得即灭才能离生死。即灭是说心，我们的心不急，所以没有能力灭生死苦。我们心里头有妄想，有杂念啊，这个妄想杂念大乘教里头把它分为三大类。第一类叫无明，无明是迷了啊，要知道啊，自性清净心他什么都明了，没有一样不明了的。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未来全知道啊，一个小蚂蚁他起心动念，佛菩萨都知道啊。我们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微细念头不断的，前念灭后念生啊，念头是生灭现象，肉体也是生灭现象啊，生灭的频度多高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，1600兆次，我们起心动念啊，物质身体，物质生灭的现象，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，我们茫然无知，毫无觉察啊！如果念头断了，这世界就没有了啊！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频道，我们频道按下去，画面显出来啊，频道一关，立刻就没有。有这个念头就现整个宇宙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念头现出来的。慧能大师见性了，幕后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你要问他宇宙从哪来的，慧能大师知道啊，这一句解答了，自性生万法，自性的念头，他动了一念，宇宙就现起，他不动呢，不动没有啊，这一动这一念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啊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极其粗糙啊，不是微细 啊，多少微细念头集在一起，我们才有感觉啊，如果是一个念头的话，没有感觉。啊，这种现象就在面前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
虽佛说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没有距离。没有距离，没有空间。没有时间。空间、时间都是假的。啊，事实真相就在一念。那一念是真相。纯真无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难得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介绍出来。啊，证明出来了。佛三千年所说的。近代20年来的这一些科学家把它证明了，所以佛教今天不但是高等哲学，还是高等科学。啊，佛经里头无所不包。啊，世出世间的学术全在其中，全是自信变现。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，心现识变。啊，心是念头，能现能生。至于这些现象会产生这么复杂的变化，这个变化识变阿赖耶。识是妄心，妄心能变不能生。啊，不能现，能现能生的是真心。将真心所现的现象把它变化变成什么？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。这是阿赖耶妄心他干的。如果我们不用妄心，完全用真心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没有了。啊，好像电视屏幕啊，把它关掉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但是还有真心所现的，真心所现的现象，一真法界，就是华藏。就是密言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它存在。啊，它只有心性，没有识别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么这是由一念不觉了现了。如果那一念觉呢？一念觉念华藏、极乐。密言统统没有了，好像屏幕全部频道统统关掉了，剩下来的是荧幕，荧幕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用什么形容呢？净土教里头称这个现象叫长极光。啊，常是不生不灭，即清净无染，没有善恶，没有邪正。啊，所有一切对立都不存在，自信的性德圆满现前，他什么都没有，
他什么都能现。啊，不动，什么都没有。一念不觉，就现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密严净土。啊，现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里面的居民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，所以称他为法身大师。华严原教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，所以叫41位法身大师，他们居住的地方，他们修行的处所。谁在这里帮助他们呢？常寂光土里面的化身如来，现报身，如报土，帮助41位化身大师。啊，如果他一念不觉断掉了，这个境界也是假的，没有了。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宝图除外。十宝图在其中，那真正永远不变的常寂光，它的相是光明，一片光明。啊，光是它的相，寂是它的体。啊，寂就是不动，真心不动啊，会动的是妄心呐。啊，南大师说了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对真心，真心不动。没有动摇啊，有动有摇的是动摇的妄心，那是阿赖耶。真跟妄我们都搞清楚啊，学佛呢学的用真心啊，真正会用真心的就是法身菩萨，没有真道法身的全用妄心。十法界里面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乃至于佛都用妄心。啊，是天台加称，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，他用妄心用的最好，好像跟真佛一样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没有丝毫违背。那相似即佛。为什么不是真佛？他用妄心，他不是用真心。那如果用真心，他真佛。不在十法界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他在哪里呢？他在一真法界，不在十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，无明断了，习气没断了。这是宇宙的奥秘。啊，我们从佛讲的三种烦恼，见思烦恼阿罗汉断了，但是阿罗汉断见思没断习气，
啊，他在声闻法界里面，要溜到出去了，四声法界声闻，在这个阶段里头，要把见识的习气断干净，断干净就升级了，叫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真正把见识烦恼，包括习气都断了。啊，那他修什么？他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深等菩萨。尘沙烦恼习气没断，菩萨呢？菩萨要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干净。啊，断干净了，他就成佛了。设法界里，他成佛了。那么佛修什么呢？佛要把无明烦恼断掉。无明烦恼断掉，设法界没有了。啊，他升等了，升到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。习气没断了，所以我们才晓得十宝庄严土从哪来的，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。要把习气断干净了，十宝庄严土不见了。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十宝土在内也。啊，在那个地方慢慢断。啊，因为断这个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。怎么断法呢？随他去吧，别去理他。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。要多长的时间把它断掉？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三个阿僧祇劫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所以十宝图的菩萨化身菩萨寿命是三大阿僧祇劫，断掉之后了，断掉之后就真的成佛了。他入常寂光了，入常寂光是真正的无量寿，在十宝图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正道常寂光是无量的无量。啊，所以十宝图的菩萨，我们可以说他是真正无量寿，因为他有量跟无量是接触的。这我们得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我们自己现在哪一个等级上很清楚。啊，一定要向上提升，不但不能堕落，连停在这个地方都不可以，都错了，停不得。啊，必须向上提升，向上提升。今天我们有个靠山，修无量法门，修八万四千法门，全要靠自己，叫自力法门。啊，我们今天完全依靠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法门叫他力法门。这个要记住，我们不靠阿弥陀佛，靠自力太难了。要修无量界，依靠阿弥陀佛，这一生成就。一定要认识清楚，就不会再做错事情。啊，应该放下的全都放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佛教给我们，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？非法是世间法，
法是佛法，我们对佛法要放下。啊，中文翻译的大藏经是佛法，我们在那只取一部，其他统统放下，这叫法上饮食。啊，我们今天只取这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下联句的回集本，我们只取这一样，其他全放下。啊，所有祖师大德的教诲，我们也统统放下。我们只取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啊，编得好，集注的内容采取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所以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。啊，经文这里讲的解脱，你看注解里头注得多详细，引经据典。啊，为我们来解释这个意思。啊，缘起里面利生死之苦，全精妙之路，心地清净，有路，有真路，这个真路叫法喜，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世间人讲的路都是外面刺激，啊，你心里头欢喜，那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要辨别清楚啊，辨别清楚之后啊，世间只有苦没有乐，这是真的。佛说的最好了，乐是坏苦啊，乐你看到心里喜欢了，离开之后乐就没有了。啊，男女相爱很乐啊，啊，一个走了死了，那个就苦了。死的人也苦，活的人也苦，都苦啊。所以乐是坏苦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法喜是真的，它不是坏苦啊。啊，孔子尝到味道不够深，《论语》上第一句就是这。第一句用意很深呐、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是圣贤教诲，学习圣贤教诲的人，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全用上了，这叫习。那个里头有路，那是真路，啊，不亦说乎？啊，用悦不用路，路是外头来的，悦是从内心里流出来的，喜悦就是法喜，啊，大乘教里面讲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那什么觉悟了，明白了，
这个路啊，以前看这个经看了几十遍也没看懂啊，现在看经越看越有味道，昨天看昨天味道，今天看又是个味道啊，天天有进步。这个里头的意思无穷，永远没有办法圆满得了啊！字字句句无量意啊，字字句句带给我们充满了法喜。啊，为什么阿罗汉以上他们修学锲而不舍，快乐吗？享受啊，真懂得享受啊，绝对不是凡夫能想象的道理，凡夫是妄心，怎么能想到真心啊？用真心就快乐啊，你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守住一条戒，不妄语啊，对人都说真话，就这一点带给你无穷的快乐啊。说妄语什么？有罪恶感，那就是苦啊。将来果报，妄语跋涉地狱。啊，所以戒律带给我们快乐，真乐，不是叫我们受苦啊。这样也不能做，那样也不能做，你做了怎么样？做了的时候，你会受良心责备啊，死后的时候三途苦报。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佛的慈悲，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啊，才会升起感恩戴德啊，凡夫无法理解。啊，佛菩萨真的是好人，真正的好人呐！啊，对于众生没有丝毫希求，这就是真的。啊，他不需要我们供养他，也不需要我们赞叹他，一无所求啊。这样的人对待我们，纯真无妄啊，帮助我们离生死之苦，学精妙之路，精妙两个字啊，谁不把心静下来、定下来，妙路得不到，妙路是。你无法想象的穷极之国度啊，穷是追根究底，达到究竟圆满的国度啊。就此中所谓立生死之苦而言，圣贤命中为圆寂，即入于涅槃。那这个圣是诸佛如来，这个贤是法身菩萨啊。法身菩萨所入的是十宝庄严土，是涅槃，涅槃是不生不灭。十八图
啊，诸佛所入的常寂光净土。这叫入涅槃。啊，一定是先生，不是凡人。凡人命中了六道轮回，一生行善积德，来生是天道。啊，欲没有断，欲界定。欲要是断了，色界定。啊，他到哪里去啊？人中年以上啊，应该是四十以上啊，要想到来生。我要到哪里去？要做准备。啊，四十以前还没想到，四十以后应该想到。啊，中国古人把人一生分作春夏秋冬。啊，二十岁以前春天，人生之春，没想到这个事情。二十到四十，人生之下，啊，正是事业有成就的时候。四十到六十，人生的秋天，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。啊，六十到八十，人生的冬天，不但要想，要真干了，啊，真为来生打算。啊，这二十年比什么都重要啊，决定来生的幸福。啊，我们真幸运，幸运当中的幸运，遇到净土，太难得了。遇到净土就是遇到成佛法门。啊，不用证阿罗汉，不用正辟之佛，不用菩萨那么多结尾，通通都不要，直接成佛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做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一法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有，只此一家。所以不容易遇到啊，有善根福德因缘，遇到诸佛一般的这个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容易啊，不难啊，遇到净土法门难啊。难在哪里呢？难不在佛那边，每一尊佛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，没有不讲三经一论，普遍宣扬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你不相信。啊，听到了，遇到了，不能接受。啊，不像华严法华那一类的经典呢，人容易接受。一遇到一听生欢喜，
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一切诸佛所说的难信之法，啊，谁能相信？有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你能信？有善根的人能信，有福报的人能信，他真干。啊，所以信愿是善根，持名是福德。啊，你要想修福，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那不念佛的人就没福报。啊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我们在这上面买这种小房子，隔壁的邻居。啊，大概不是幸福的。我们在门口贴个阿弥陀佛，他要我们把它拉掉。他说这是很不吉祥，好像贴到阿弥陀佛家里要死人。他这么一种见解，要我们拉掉。没有福报啊，他不懂。啊，阿弥陀佛拿掉了，智慧没有了，福报没有了，啊，愚痴、苦难呢，他就来了。啊，在他家隔壁，他都不用。我们恒顺众生的，我们就拿掉。我们把阿弥陀佛贴在门里。啊，不贴在门外头。啊，慢慢等哪一天他明白了，他来找我们要，我们再送给他。啊，不能怪他们呐，怪我们自己。我们做的不好。我们讲的没讲清楚，让社会大众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，啊，变成这个地区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这地区怎么会不乱？啊，念佛。求福求慧，事出事法里头第一法门，最真实、最快速，你很快就得到。啊，而且福慧没有边际，我们没有把它讲清楚，没有把它讲明白，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不够深。我们理解的不够圆满。啊，也是提醒我们。我们得认真努力。宝积经第56卷里的书，我求缘起而除欲染，这一句话我们要学。学佛的人求什么？求缘起，缘是福慧圆满，起是烦恼
欲染是烦恼，这个东西要放下。于这个世间没有欲望，不被世间一切法的诱惑，就是染啊，不为他迷惑，这是初染啊，没有欲望啊。我们发起在斯里兰卡建大学啊，还没动工，我们就给总统写信，告诉他，大学建成之后，奉献给国家。啊，大学是谁？是斯里兰卡国家所有。啊，奉献给总统，奉献给全世界的人民。不为己有啊，啊，有多少人来跟我说要我做校长啊，我说不可以，那我就有欲望了啊，一定要给国家，校长谁来当呢？总统兼任。斯里兰卡的政治体制对宗教有两个头，一个宗教部总理管的，总理下面有宗教部管宗教的，因为他全国都信佛教，佛教徒占全国人口75%以上，所以他有个佛教部，佛教部呢归总统管，总统兼佛教部的部长啊，所以我们的学校建成之后奉献给佛教部啊，是佛教部下面所属的教育机构啊，包括活动中心啊，这是我们佛门弟子对全世界佛教跟一切宗教做出一点贡献，要除欲染呐。如果你求缘寂里头不除欲染，缘寂得不到圆满的福慧。啊，寂呢，就是我们本经的经体，清净平等。啊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怎么会平等？我们要求这个，这就对了。啊，《宗论论书记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无上法王久如缘寂，这个无上法王是对释迦牟尼佛的称赞啊，释迦牟尼佛久缘界之前已经契入佛慧圆满清净寂灭，这就是成佛了。释迦久远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一生到世间是来表演的，是来实现的，是来度化众生的。啊，贤首大师《心经六疏》里的书，涅槃。此人此是中国啊，中国把它翻成缘寂，
为德无不备，成员障无不尽，明起障是障碍，是迷惑，是烦恼，统统断尽了啊，全都放下了，放下叫起啊，得是智慧福德啊，包括相好啊。华严经上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归纳为这三大类：智慧、福德、相好，归纳三大类，全都包括了。这叫缘呐！缘寂的意思要动啊！现在很多人看到缘，缘寂死了叫缘寂，死了叫缘寂的话，哪个不是？我个个都圆寂了啊！活的时候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死了之后智慧福报就满足了吗？这是误会，很大很大的误会。所以圆寂是活的时候真的，不是死了真的啊！一死了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智慧也得不到了，福报也得不到了，必须活着真的啊，死的时候才能成圆寂，才能出说如般涅槃啊。那么这佛学专门的术语要解释清楚，不能产生误会。这下面说，正缘寂，真正证得了，能离彼缚啊，离解脱明，烦恼没有了，障碍没有了，这叫解脱。那么在中国古代其如这个境界代表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如涅槃正得缘寂，什么时候啊？24岁啊，什么时候正得的？五祖仁和尚召见他的时候，时间是半夜，地点是方丈室啊，召见他来。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了。开悟是什么样子？他就说出五句话，说明心性、见性。性是什么样？本自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20个字，他的毕业论文呢，成佛了，五祖衣钵就给他了，承认他。肯定他真开悟了
开悟还有障碍。什么障碍？嫉妒障碍。很多人不服啊，这个人不认识字，没有文化，没念过书，在黄梅虽然八个月，干什么？舂米破柴，苦力了。啊，五祖怎么把衣钵传给他了？啊，所以有很多人不服，嫉妒障碍。五祖半夜三更，已经准备了小船，叫他赶快走。啊，五祖三天关着房门不见人。啊，三天之后起来了，把门打开，告诉大家，衣钵已经走了。啊，大家一看，发现慧能不见了，知道传给他了。不服气，啊，四面八方去找，希望把衣钵夺回来。他跑到猎人队躲了15年，15年之后，大家对这桩事情平淡了，他才出来。你看看，弘扬正法不容易啊！真正明心见性，还要受这么大的磨折，遭这么大的侮辱。啊，在猎人队里替猎人伺候猎人呢。啊，给猎人烧饭呢，吃肉边菜啊。15年呢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啊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。我们受一点苦算什么？正常的。那个时候是佛法的黄金时代，帝王护法还受这个苦难。啊，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，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学习。我们看幕后这一句，盖为深中大愿，能令自己出生死，并且能够摄受一切有情，大家都能够处理生死，永得解脱。所以经文上有过度解脱这一句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32品，很重要。念老的注解注得很详细，真正是慈悲到基础。请看结文：自然保守，真正洁白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参回，转变最深。这连道啊，说了5个自然。
自然就成性，不成性就不自然，不自然就造业。啊，恶业三恶道，善业三善道，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要出六道轮回了，要学自然。啊，不要有丝毫勉强。啊，所以一开头这两句，这行性的妙用。啊，性就是自然。贤首过思，在望境还原观讲到修行，首先给我们提出四德，修行四个条件。啊，也是望境还原，四戒，四个戒条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，随缘就是自然。啊，妙用就是缘起，福慧圆满，清净寂灭，妙用啊！唯一有则，啊，真正是佛弟子。即成如来大法，把它发扬光大。那么最重要的，唯一有则，我们要做出榜样给人看，要做出好样子。好样子是什么？三规。有没有把佛法僧，就是觉正见六祖慧能大师的解释，坛经上说三皈依，没有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说的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见，他用觉正见三个字。啊，后面再解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怕我们产生误会，啊，说觉正见，不说佛法僧，这是说明，在他那个时候，皈依三宝已经有很多人错解了，他把它纠正过来。传授三皈一定要讲清楚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、某一个人，错了。皈依佛也不是皈依释迦佛、皈依某一个佛。那三皈皈什么？皈依自信呐、啊，自信觉是佛宝，自信正是法宝，自信清净是三宝。这皈依自信三宝啊，外面那是住持三宝，是形式的，要尊重他。为什么？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，见到佛像。自信就看到书本，不管它是不是佛书，只看到书本就把它当作经本，自信正。看到出家人自信清净，啊，
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对我就有利益啊。这三宝是我的老师时时刻刻提醒我，不提醒忘掉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不讲清楚，含糊笼统，让人家产生错误。啊，皈依佛，泥塑抹掉的。啊，自身不保，他怎么会保佑我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皈依法这经典，又不肯学它，又不肯去读它、研究它。啊，通搞成误会。啊，出家人既然发心出家，就要继承释迦牟尼佛的事业。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是教育，开悟之后一生教学。79岁圆寂，经上没有说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放假。啊，其他的宗教，啊，工作6天还有1天放假，佛法里都没有啊。啊，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也没有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7天放一次假，没有啊，找不到啊。啊，只是看到佛教导我们。诸佛如来无一不是经先在说法，好像没中断。我们要从这些地方体会到啊，我们现在再看黄念老的注解，自然保守，真正基本。自然保守，即宗门所谓之保任。啊，宗门是禅宗，禅宗里面所说的保任。啊，保任是什么意思？下面有解释，要行便行，要做便做，你想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这就是自然。啊，自然里头呢要保住，啊，保者念念不易呀。啊，用我们念佛来说，这你就很容易懂啊，爱做就做，爱行就行，把这一句佛号保持住啊。行，心里头念阿弥陀佛，做也念阿弥陀佛，无论干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我看到一个人夜深呢，就看到一个张家大师啊，这个人好像是一天到晚他念咒没有间断过啊，即使跟我们谈话，他谈话了咒就停了，话讲完了他就接着念，他用金刚尺嘴全动没有声音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有看到
这就是自然保守。啊，他真做到了。他的境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的磁场非常柔和，你跟他坐在一起不想离开他，他有这种摄受的力量啊，跟他坐在一起是一种享受啊，宁静平安啊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啊！我这一生也遇到这么一个人啊，看到经典里面，保任自然，印象就很深刻啊，就会马上想到他。保者念念不已。自然就是任运之意，故任运保守就是保人啊。那么任运就是随缘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都可以随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，但是这一句佛号放在心上，默念啊，外面没有人知道，自己清清楚楚啊，一生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决定没有动摇。这个人，他怎么会不往生？决定的生净土啊，什么都别放在心上啊。有人问呢，现在我们在提倡啊，倡导建学校，建汉学院，有没有操心？我一点都不操心，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啊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等你们建好，啊，什么事情都不要问我，我不是搞建筑，不懂建筑。啊，你来跟我谈的时候，对牛弹琴。啊，我是个牛，我不懂啊，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？学校盖好了，我当教员，我教一门功课大乘无量寿经啊，我就教这门课，其他的我都不懂，我万缘放下了，你们另找高明，我就这一部经啊，现在就讲就这四本书，两本参考资料，两本国著啊，汉学院建好了，我也是去讲这一部经，我就讲一次，时间一年啊，希望呢带三四个学生啊，这三四个学生专学无量寿啊，我学海仁老和尚我跟老和尚见过一次面，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老和尚还在，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，是香港的首任阎王啊，因为我来的时候4个月讲了眼睛啊，每天晚上一堂课2个小时，
前面两个月要翻广东话。换一句话说，每天晚上只讲一个小时。后面两个月大家要求，法师你说话我听得懂，不要翻译。啊，他说话我也听得懂，我说话他也听得懂。啊，我们可以用自己言语交谈。啊，后面两个月在南唐岛。寿野老和尚的道场，啊，前面两个月是谭旭老和尚的道场，那时候谭老往生了，常怀法师主持，所以我跟他在这认识，啊，他陪了我两个月。海仁老和尚的规矩，他一生只有六个学生。啊，他的条件，他是专攻楞严的，学生必须背楞严经，还要背注解。啊，楞严经跟注解不能全部背出来，他不收。那我们的条件也是，要真正想学这部经。无量寿经一定要能背诵，分量比楞严少很多，楞严十卷啊，这个经跟楞严比只有一卷，楞严经长啊。那么念老的注解分量很大，我不要求大家背注解啊，我要求大家背经啊，经也不是以背为目的啊，一天至少念十部时间越长越好，希望一生都不改变，每一天念十遍，念熟透了，能背诵了，不需要看经本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读经。读经的念佛三昧，得到念佛三昧，不定什么因缘触动开悟了，目的在此地。但是念老的注解至少要从头到尾看30遍才管用啊，或者是听我讲经，我讲经一天4个小时，讲满300天，1200个小时，这部经讲完啊，至少你要听10遍，一天听8个小时，要听5年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对于经宗的真正相信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下这个功夫，你半信半疑。啊，虽然念佛往生未必可靠啊，真正这样干保证你决定的是啊，你来弘扬净土，大家对你相信啊，功夫成就了，表现在外面自然相应，一丝毫勉强造作都没有。你是真正的弥陀弟子，在这个世间弘扬净宗。
那所以我这两个学校搞成之后，我去讲一部经就教学啊，所以学生只能有四个人最好。为什么？我讲完他要复讲复小组啊，复小组一个人一天一个小时，四个小时啊，所以我的功课是八个小时啊，再多了，再多我精神体力不够啊。那么这样一年能培养四个人，不会在我之下，可能在我之上，比我讲得更好，更透彻，更清楚啊，经宗就能够传下去啊。那么两年，斯里兰卡一年，马来西亚一年，我可以照顾八个学生啊。有意来学习的，现在先就下手读经看注解啊，把这预备工作做好啊。学校建成，你要来学这门功课，我们有个简单的考试啊，通过之后你就能够来学习我们再往下看，真的啊，真真基本，真什么意思呢？真就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真如本性是常寂光土，妙明真心呐、啊，真心之离体就是本经真实之际当中的真，这个真实之际是常寂光，是自心的本体，它是真的啊，一真法界是它所现出来的，也算是真。为什么？它没有变化，它不是生灭法，它不生不灭，没有变异啊，所以对十法界的对比呢，十法界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啊，十宝土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就称为一真。真真表非对妄而说的真啊，这个真不是真妄的真，真真就是自心，就是法性，就是本性啊。中国古人知道，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，中国典籍里头就有人性本善，这个人性本善就是真真啊，所以要晓得人有真心，真心是真善，真心没有不善，不善是习性，是妄心啊，妄心里头有善恶的善，真心里头善恶都没有
啊，菩萨行里面有婴儿行。啊，我也常常跟大家讲，人生本是歧路真长。啊，婴儿从出世100天，他是真的，真正没有掺杂丝毫的虚妄在里头。他那个真不是真假的真。啊，不是相对的真。啊，这个婴孩没有受染污。啊，还不认识，不认生。啊，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。等到他认识谁是他的爸爸，谁是他的妈妈，他已经有分别心，他已经被染污了。他用妄心了，不用真心了。啊，可见的人到人间来用真心，以后没有人教他，被周边环境染污了，变成用妄心了。用真心的是佛菩萨。啊，如何我们回到婴儿的时代，完全用真心。那现在人害怕，完全用真心不吃亏了，不上当了。啊，别人都虚情假意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人，变成了不敢。啊，怕吃亏，全是妄想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诸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不吃亏呀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古时候真正修行人，无界十善决定做到。啊，无界里头有不妄语，十善里头讲得更清楚，不但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念舌，不绮语。啊，他不骗人呐，他没有吃亏。啊，比一般人活得更自在，更幸福，更美满。何必去欺骗人呢？啊，何必用妄心？用妄心造轮回，无论行善行恶，都是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用真心出轮回啊，所以用真心念佛，用真心待人接物，决定得生啊。妄心念佛未必能往生啊，但是也未必不能往生。那我要看你的运气。临终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，这证明你生净土。啊，所以这里真真是绝对之真，真中之真。啊，戒白戒，没有染污，无垢。白是污染，啊，就是能大师所说的
本自清净。啊，真正解白了。啊，这底下讲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一切百丈禅语。百丈大师，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，跟六祖能大师说的完全相同。这见性的人啊，所保认者呢，正是此无染本净之绝代真性。啊，行住坐卧，自然保守。啊，保住这个真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待人接物，啊，这叫真学佛。佛就是这个样子。决定不欺骗人，啊，至死也不改变，那就是决定不堕落。啊，尤其是念佛人，把生死看得很淡。不重视这个问题，重视真心，重视幸运持名，啊，决定得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无上者，往生论注，这个注是谭鸾法师，啊，注子里的书。无上者，此道穷理尽性，更无过者。无上这个道，道是方法，是门路。这个方法，这个门路，往生论是指幸运持名求生净土，这个道路是无上。为什么？穷理尽性，没有超过他的。啊，理是万物的理体，有思必定有个道理。啊，尽性，性是发性，是自性，是本性，穷尽本性，对于本性彻底觉悟了，彻底明白了，没有丝毫迷惑。啊，这是什么人？化身菩萨以上。没有见性的入不了这个境界，啊，入这个境界的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对于整个宇宙一切性相理事因果，无不通达明了。如宗门，宗门禅宗里面宝经三昧，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都有，啊，但还有任运，任运
就是自然的意思。任法之自运动，而不加人之造作之意。这个说法很好，没有人为造作，自然的。啊，行思抄里头，这是律宗的啊，戒律的，人所至处，人云皆起，故曰自然。跟自持记里面所说，不假造作，故曰人心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六根在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造作，不执着，就是人云。啊，这是谁修的呢？法身菩萨修的。因为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破了。无明没有破，他会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啊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这要高度警觉。为什么还用这个东西？啊，有这些东西，烦恼没有断干净，所修的世间善法。啊，读经是世间善法，不能开悟，不能得定。啊，世间的善业比一切不善的好。啊，他的果报在人天。不能证果，小乘虚脱还苦也没有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不假造作，这叫人云啊，就是眼见色而闻声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都要守住这个原则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我们从这入门，那个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，太危险了。啊，不但我们做不到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别教三乘菩萨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都做不到。那别教要实地，原教要粗竹以上，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就很不错了。那对于往生净土有很大很大帮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